来做一个开箱影片。今天我要开箱的是我旁边这一台日本的山水空气清净机。这系列的清净机有非常多的型号，那我选的这个型号呢，它的特点就是触控式的面板，那再来它这一个大小呢，适合我们家的客厅的空间，刚好是3到5平。它还有 HEPA13 等级的滤网，除了有活性炭能够吸附除臭之外，还有百万负离子能够还原空气。像我们家对外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少，所以空气其实流通的有点差，那这一台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家的空气更加清新。那目前最关心的应该就是 PM2.5 的问题了，也就是说外面的空气品质可说是越来越差。外面我们可以靠着戴口罩来隔离脏空气，但是在家里你不会也想要戴着口罩吧？这个空气清净机它是有四重的循环，首先第一重过滤，第二重净化，第三重除臭，第四重滤净。这么厉害，它就是可以完全的隔绝 PM2.5。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怎么使用这一台空气清净机吧。跟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因为它里面的滤网是有用塑胶袋隔住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下面这边，它这边有一个 open 跟 lock， 我们只要顺着 open 的方向就可以轻松转开。接着打开里面以后，它这个滤网原本有一个塑胶的封套，目前已经被我拿掉了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一面是一个六角的蜂巢设计，迅速的将污染物吸附在这个孔洞上面做第一层的隔离。这里是13级的 HEPA 滤网，隔离 99.97% 的空气杂物，是属于高效能的滤网。它上面的按钮是属于触控式面板，非常的高科技，四个按钮，所以操作上不会非常的困难。就直接来插电吧。空气清净机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安静，就是在家里如果有小孩老人在睡觉，不会因为开这个空气清净机让他们吵得睡不着。第一个按键就是这个，是开关，按下去它就直接亮了。我们只要稍微触碰它一下，它就会变得稍微暗一点。如果我们再碰它一下，哎，它会关掉。哎，再碰它一下呢，它又会开起来。好，不要乱玩电器好吗？所以你晚上如果睡觉开的话，也不会因为太亮睡不着困不起。再来呢，这个是离子模式，它是一个负正负离子的离子模式，如果按下去的话，它就会开启负离子模式。再来的话，就是在运作当中有风速按钮，我们现在风速是开到2，它总共有3段可以变，第三段是比较强的。其实你看现在目前音量也不会太大，第一段是最小的，几乎是没有声音。如果你的清净机在运行当中它呈现闪烁的状态，就表示你刚刚下面我们拆开的那颗滤网它已经过期了，你要换一颗滤网。然后你换过新滤网之后，只要长按这个键3秒钟，它的灯就会熄灭，然后你的滤网就会归零，然后等到下一次你的滤网又该更新的时候，它就会亮起来提醒你哦，非常贴心。像我这种老人痴呆的人，如果跟我说哎，3个月要更换一次滤网哦，我通常都会忘记，就是可能2个月就换一次，或者是哦4个月还想说哦现在是2个月吗？使用了这个清净机大概1-2个礼拜左右，我有感觉到家里的空气其实明显的有变得比较循环了。像我鼻子过敏的状况非常非常严重，但是最近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流鼻水的状况有稍微的改善，然后家里其实也有一点点因为空气不循环有点潮湿发霉，但是这几天都可以明显感觉到衣物方面都不会湿湿的，会比较干。就再来就是家里因为都闷着嘛，我想我们家没有对外墙，都闷着，难免会有一些异味跟细菌，也可以都靠这台空气清净机来帮我们家去除这个味道。今天的日本山水空气清净机就介绍到这里咯，有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。